2019年下午的时候，中午的时候。 Wow, how come it took such a long time for the picture to show up? Madstone, Ford Madstone. 总之是4月2号下午，2019年，我又注意到这个，我来找这个钳子，看到又被那个 label 上看到没有？好多刺哦，好多刺，我把它剪断了以后，又被人卡上这个 label，这个商标啊，这个标签又被人上，是这种。 袋子系上，塑料袋子，卡上，好多次，发生好多次，反复发生。这是一把工具，还有其他的工具也有这种情况。label， 还有那个底下这个，我撕掉以后又给我上，又给我包上去，用纸包的这个，这是脚凳吧，脚的摇晃凳。2019年。 我忘了给警察说，碰到他们的时候，2019年4月2号下午，中午的时候，2019年4月2号中午，这个时候，我这个左臂啊，被人改动过，最近感到往下拉扯的很厉害，紧绷绷的，紧绷的厉害，拉扯的厉害，这个地方，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。 他肯定给我改动过，或者是给我换了一件，怎么样？这边没有，看这边没有拉扯的情况，没有这个手臂往下拉扯，里面往下拉扯，紧绷绷的，卡住的情况。现在感觉到里面很卡，这个地方卡的厉害，这个地方卡，往下绷得很紧，然后呢，往下拉扯，绷得很紧，很不舒服，绷在我那个肌肉上，这块肌肉上绷得很紧。 啊，好多件衣服都有这种情况，都给我改掉了。就是偷偷潜入我住处的人，怎么着给我换了，或者拿偷出去改动过，又给我放回来。但这种两种情况，2019年4月2号中午的时候。